这这这，哟，真乖，穿上平底鞋了。慢点走啊，累不累？点点喝的啊。姐，你好。啊，不用看了，冰红茶。哎，怎么能喝冰的呢？疯了吧你？哎，要柠檬水吧。哎，哦、好，要热的。啊、哦、好。你管的真多，我能不管吗？我干儿子以后生出来跟我说，干妈我怎么那么傻呀？我说缺心眼了妈，怀子的时候做了孕妇不该做的事儿。你才缺心眼呢！你现在必须听话，你知道吗？要吃一些营养的东西。我今天找你来吧，要跟你说一些特别大的计划，关于你的未来的。你又想出什么幺蛾子了？看你什么叫幺蛾子呀？合不合适呢？咱们另说，你先听听。你想，你是未婚妈妈吧？以后避免不了孩子长大了要开什么家长会啊，写个作文啊，参加什么欢乐一家亲这种活动，那没有爸爸哪成啊？所以，我有一个特别好的计划。于志恒是不婚主义者，让他暂时来当孩子的爸爸，怎么样？你故意的吧？什么故意的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我不想麻烦他。麻不麻烦那是他的事儿，我帮你说又不用你开口。不是老白，就那种人，我怕他把孩子带坏。你看你，孩子咱们三个来带，不用他带，他就是当一个孩子名义上的暂时的爸爸。你怎么想到的？有什么难想到的？咱们身边就俩男人，吕不凡、于志恒，你不能吕不凡给你当孩子后爹吧？我谁都不需要，我的孩子不需要父亲，你自己喝吧，我走了。不是，哎，吴宇，你听我，吴宇，哎，吴宇，你等一下，服务员，买单买单，吴宇，哎呦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就累死我了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啊，我错了，行不行？都是为了孩子着想，不气了好吗？不是，你们不能老拿孩子说事儿，来限制我正常表达喜怒哀乐的权利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不生气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是跟你商量啊，不气了。咱坐一会儿好不好？不好，我不想坐，我要走走。嗯，行，那我陪着你走走，看阳光多好啊！啊，咱们俩好好聊聊。不气啦，你再生气，我干儿都不帅了。冷吗？嗯，还好。我累了，累了，歇会儿，来。慢点啊。嗯，你现在得小心点，重点保护对象，知不知道？人说孕妇脚会肿啊，不就得多锻炼吗？啊，有点太阳补点钙。这个啊，得问你爸爸。你呀、啊，是从天上来的。从天上来？那我是天使吗？是啊，上帝觉得你太调皮了，所以就惩罚你当小孩，要听大人的话。不听话的话，要打屁屁哦。讨厌。爸爸，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小情人吗？是啊，你是爸爸的小情人，所以爸爸不舍得打你，妈妈打。瞧你爸瞎说呀！哎，妈妈最疼你了，是不是啊？可爱吧？你是不是觉得单亲家庭的孩子人格会不健全啊？嗯，其实也不全是，但多少会有点影响。谢谢你，老白。其实你为我做了这么多忙前忙后的事情，我心里都明白，一直没说。其实，谢谢你。好了好了，我有干儿子做的。你听我说完，这个孩子现在在我肚子里，我要不要把他生下来，想不想把他养大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但这也有个前提，那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这是好事，对吗？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把他生下来，并不是因为这个孩子没有父亲，我也不想是因为可能我以后要不了孩子才把他生下来。我想有一天，我是因为爱他，我想看他健康长大，我才盼望着他来到这个世界上。